60度。不是，那你这整的，你要不然你就上后面倒去，谁也没看着，从后面。没大碗的那个好好千块钱买一瓶那酒。从后面一瓶一瓶拿来，整老大层搂的往这瓶里头。完三姨，完我大姨还喝出来了。我在那嘎坐着看着。啊。到了完我抽口，我说是不是三楼？你爸多抠啊！你要你俺们俩，俺俩在家，你爸不是再找娃姐家搁这娃姐夫端买菜去。刘敏、王敏和刘敏不在家，不带给你买好菜。你来都喝西北风了。不是，进去就王敏，王敏说你买菜去，多买点。我三姨说你买点好的，要么是吧？娃姐夫那家真抠，昨天晚上这个真知道。全搭上的，是吧？一点不干净。那就买一个，这个我相信，是吧？对，没人说就炖排骨，有人说大土豆。把土豆都叫他蒸好吃也行啊，我让他做点茄子酱。我说你蒸点二米饭，我伸一根开，掉了。